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学一学将来的某个时段这个词用英语该怎么说。学单字不如学一整个句子，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真希望我们的前途会一片光明。这个句子如果换成是英语，我们应该怎么表达呢？其实最好的说法就是 Hopefully that will bode well for us somewhere down the road。好，somewhere down the road 就是将来的某个时段的意思，而 bode well 则是前途光明的意思。我们会在下一支视频介绍 bode well 的用法。好，让我们再多学两个句子。We found some energy to get it done somewhere down the road。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未来某个时段解决这件事的动力。Get it done 就是解决它的意思。好，第三个句子，No one should assume this is going to turn around somewhere down the road。意思就是，我们都不轻易认为这件事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回旋的余地。好，这么实用又文雅的英文片语，somewhere down the road，你们学会了吗？非常期待下个视频能再见到你，我们下回见，谢谢。